我觉得有不要太僵，我看自己也很僵。你是不知道分线在哪里。哎呀！哎呀！不习惯，就是你们这样子会感染我哎。其实我本来是很轻松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是被你感染。对不起。好，我被老师感染的。哦，对，这是我们吉他手 Roger 老师。我靠！我到场。然后，不然就跟大家聊一下天，放松一下。就是今天的演出是我们近期内在台中的第二场演出。对啊，其实昨天也是近期。对，然后其实昨天的演出是比较就是整个乐团的，然后声音什么都会可能会比今天稍微吵，稍微而已。稍微，就像你这样，明明就是大插电，但是我们都叫微插电。对，而且，真对大插电，因为只用三分之一的电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台中还不错，然后希望以后就是有机会可以常来这样子。对啊，如果不知道 Live House 怎么走，可以问我。没有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就是我想说，应该大家都想要来看今天的，然后所以就昨天没有去。但是其实两天的演出的那个模式是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们昨天已经用尽力气。哎呀！好，然后就我们新专辑发行了，然后就是还没有听过的可以去。可以去听听看，然后就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很开心，唱歌吧。好。很开心吗？你的歌不开心啊。那希望你们，听完了我们的歌，就是可能有一点不开心，但是开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。